晋欧西站，位于中国福建省南平市晋欧市，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铁路车站，是合福高速铁路中京站。晋欧西站巍峨壮观，古朴大气，采用明清重檐七山式建筑风格，呈现闽国古都建筑风格，仿宫廷式的营运法式，极具古城风韵，又具时代风貌，达到了传统和现代的和谐统一。候车厅大概1986平方米，两座站台都建在桥上，主体建筑两层，采用钢筋混凝土砖结构。晋欧西站为晋欧铁路枢纽中心客运站及晋欧铁路客运的门户，它将与服务于晋欧及半个闽北地区，使闽北交通质量的提高，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。大家好，我是卡塔疗法，我今天从晋欧西站乘坐动车前往宁德市虾浦县旅游城市。动车已到达虾浦，今晚入住速八酒店，肉翅烤肉店是我同乡的店铺，过来参观考察几天。宁德市虾浦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，台湾海峡西北岸，全县陆地面积1716平方公里。我现在正在沃尔玛超市。行走在东方伟业广场，100米范围之内有肯德基、麦当劳，世界知名品牌，也有两家永辉超市。这是新美味云餐厅，属于当地特色的餐厅。霞浦县是中国海带之乡，中国紫菜之乡，海洋鱼类700多种，滩涂生物200余种。看看一下咱们推销的产品。为环境不断提高，为这座城市单调的景区增添了些灵动的风格。
晚上逛逛四八酒店，对面的东方午夜广场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